连串的执着与生死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自卑。什么是自卑？自卑跟谦虚有什么关系呢？自卑对我们又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师父您好。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26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理分析、事业财运、手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一一帮你调节化解。记住微信266-82135。这个叫做，这个低头的时候叫做谦虚。谦虚的人一定是啊，自己有他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有信心，而对于他人是尊敬的。对自己有信心，晓得自己呢，知道多少，懂得多少，能够就是才能有多高，知道的。但是这个谦虚的人，他相信呢，志在千里，必有一失。愚者千里啊，必有一得。还有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就是说，见到任何人的时候啊，不要小看人。也许这个人对你是有用的，这个人他可能有哪一部分呢？你说不知道，他知道的。所以孔夫子到了田里面去见了农夫啊，他还说我不如老农老夫，所以是呢，他还要学习。然后呢，孔夫子啊进太庙的时候，每次问他每一样东西都要问。那孔夫子学问那么好的人，他为什么还要问？就是这是叫谦虚。还有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是啊福德智慧圆满的人，可是呢，他对于众生呢，就觉得是未来的佛。每一尊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具备着跟佛是同等的智慧，就是没有法现而已。所以他对每一个众生都尊重着，像佛一样，跟他是相等的。还有每一尊佛有他自己的每一个尊佛的呀愿心和啊他的呀这个福德智慧有一点不大一样的。那因此呢，这佛与佛之间彼此也互相的谦让，彼此互相的尊重，这就是谦虚。自卑不是的，自卑呢就是啊，自己知道不行，自己知道很自己很心很虚心，很心虚，心虚不是虚心，很虚这个心虚，见到什么人呢，都觉得自己不行，自惭形秽，所以丑媳妇不敢见公婆，那见到什么场面呢，他就畏畏缩缩的退着躲起来，见到什么场面什么样的人，我见到贵人的时候啊赶快躲啊、就不敢见，或者是呢见到任何人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呢比人家矮一等，比人家这个小一等，这个是叫自卑。那自卑的人不一定啊是那么差劲，是有的自卑的人呢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但是呢他自己没有自信心，他自己的啊对自己学问可能是有学问，但是呢总觉得不如人，这个可能呢跟他的从小的教育环境、父母给他的影响，以及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也有关系，就是让他抬不起头来，见到人任何人他觉得自己很自卑，就是学问好，但是呢自己觉得自己的背景没有人家的好，总觉得都想坏的地方想啊，自己样样好，但是呢自己觉得自己啊内心啊不如人家的清净。我有一个徒弟是很好玩，我们看了他样样都很好啊，他老是啊说他自己罪恶很重，经常说他不够资格出家。他说连他这样子的人能够出家的话，那
世界上的人呢，就没有一个人不能出家了。所以说呢，他总觉得他出家是不应该的。说，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够出家？他说我修修好，我再来出家。我说真因为你自己不行，要修行来出家修行吗？他说不行啊，现在出家的人都是应该是这个人天师范，就是非常优秀的。像我这样的人呢，我又看我觉得又不像出家人，最后他是还是回家了。那么像这种人就是自卑了。其实在我来看起来，这个人并不比我们呢其他的弟子啊差到哪里去，但是他就是自己自卑啊。是，师父，您刚说自卑啊，是由于缺乏自信心，那么这跟从小的教养观有没有关系？这自卑心从何而来？我觉得像西方的小孩，那西方的父母在教育他们的时候很注意他们的这个自信心，可是在中国的父母呢，好像在教养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哎，你不行啦，你不好啦，这个或者把自己的小孩叫小犬啦等等，好像要贬义一点，有没有关系呢？有大关系。这个使得孩子没有自信心，一直长大也没有自信心。在我现在我就有一个比丘徒弟啊，一个男的徒弟，现在在我们这里已经算是在我们这里的这个中间干部之一。他从小就是被父亲打骂侮辱，他在他的父亲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人，一直到现在出了家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他这个心还是啊有时候陷到自卑感里头去。那现在渐渐又好转了。所以是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把个孩子啊贬低了他，那使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那西方人大概不至于，西方人大概看孩子好的一面，鼓励他，赞叹他，赞美他，让孩子有信心。中国人呢就看着孩子就是不好，那么这么差劲，我的孩子啊这是没出息的啦。那这样子讲，这讲多了以后，真的孩子会没出息。孩子也自以为真的自己真的自己不行，自己没有出息。所以是这个父母教养很有关系。但愿我们这个电视节目里的看这个节目的人呢、父母们呢、对孩子们多鼓励多赞叹吧，对孩子们的缺点少说一点。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自卑呢，究竟要怎么样去除？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应该如何帮助他，不要让他产生自卑的心理呢？在下一次节目里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